这玩呢，你看。背包干啥去？溜达溜达，肾阳是阳，待着太难受。去吧，一会儿我也走，我上咖啡店了啊。你去吧。拿不了，哥，那一会儿我拿几个。啊。我拿几个，先把货扔了。哎呦，我那车子可以用点你。不要。你这手欠没欠你啥？哎，真闹心，走了，咱走走吧。我说要不咱俩去上超市，他不干，这搁家待着这闹心。一会儿我也走，我上外边去，旁边那家装修呢，叮叮咣咣的铺地砖什么整，也搁家也消不消停。哎呀，猴哥搁这看了一下午题啊，争取这月底给他考过就行了。哎呀，太累了，今天一都考八九十分，一回没及格过呢。你看这后面的泳池，好多人在这游泳呢。猴哥在这背题就是很凉快的，那花多漂亮！看这南方的天气，看猴哥穿的是裤衩背心儿。猴哥一小时都夏天的装备呢，北方冰天雪地了，你看多暖和！三亚的地方，今天好像是28度，不是29，下周就凉快了。下周是24-25度了，我看下周天气都是北方来的，听说唠嗑都是东北人。沈阳那边的了，哪里都有吧，反正都搁这玩呢。你看，游泳池。猴哥一会儿得做饭去了，一会儿他协作呢。可以上里玩，都可以上里玩。猴哥那天去洗澡。哎，北方人都跑南方来了，多好啊！冬天，这是这东北的冬天了，可能快到39了吧，我也不知道到没到39。你看这人都在这玩，东北人都走了。猴哥背题了，背了一下午了，60-70分，70-80分了。现在，咱到90分，猴哥就报名考试去。没有车太受憋了，猴哥有车拉你们海南，整个海南岛我领你们走个遍。猴哥哪儿都去，开车没有车不行，摩托车我不敢推你猴嫂。你看这就是外边了。看着猴哥身后，漂亮。好了，猴哥得做饭了，猴嫂快回来了，写作你听听。哎呀，看题看的我昏头长脑啊，但是没办法，也得考证，没有证太不行，骑摩太危险了那东西。猴哥从小就不看好那摩托，我很喜欢摩，但我不敢开，太危险了，拖你猴嫂俺俩300多斤。好了，一会儿也到家了。哎呀，冬天，你看这冬天穿的事儿。哎呀，大自家回来了。我困了一会儿，困。大自家一天呢，买啥？买个瓜，10块钱。没咖啡也不买，我买个瓜。10块钱三个，我说买一个4块钱行不行？人家说行。我都饭都给你做好了，看。啊。吃饭。老头给你做的吧。嗯。买咖啡不？我买个瓜，糖尿病还给我买瓜。哪是给你买的？开一个，给你做好饭了。哎呦，挺香的呢，我那股韭菜花味儿。看看。哎呦。噔噔噔。哎呀，不错不错。多好，海参、鲍鱼什么都有。啊。哎呦，上面这撒点绿葱花。对，那得蒜没。小绿帽子。把那倒里头那锅。我手没洗呢，洗手。平起子，你搞筷子干啥？嗯。有平起子。这做的不错，哎呦，我吃着现成饭了。啊，筷子头洗掉了，这筷子原来可能就是量体的吧，这玩意儿不结实。好吃吧，你先吃吧。哎，折了，弄断了，泡馍啊，这是。哎呦，还有玉米，这饭做正经不错的，相当不错了。我吃口现成的，我就知足了。就是、哎呦，我都要流泪了，给我感动的。可把我感动完了。可把我感动完了！哎呀，模拟车是90分了，老东西啊！哎呀，送人不容易，还得猴哥伺候他。考试那昨天的事，今儿得70-80分，比昨天是好多了。那就得值得祝贺呀！来，干一杯。嗯，等会儿，我没倒酒呢，你先吃吧。这都啥呀？我不知道你冰箱。鱼饼，在冰箱里的，好几个月了都。行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我搁那吃个沙拉，没擀煮面条，我怕这吃不了啊。来干一杯来，跟网友们干一杯。苞米碴子，大苞米棒子，干杯。来，
我喝啤酒。哎，可把我困完了。钱多了，你们都打呢。吃不了了。鱼饼挺好吃的。啊，鱼饼。嗯。这是啥？干豆腐。豆皮。鱼饼真挺好吃的。嗯，是吧？还有半袋呢。